先来一把长剑，打一把中单猴。带个两瓶药，嗯，这版本猴怎么出装？在我们的微博，孙悟空可赢可硬，在左下角，你可以去自己看一看。鱼吧发不了，所以只能在微博给你看了。哎呀，别提了，那天发那微博，一开始吧，那张图片，那斗鱼给整的，你知道吧？斗鱼给整的图片。上来图片什么错了呢？名错了，把孙悟空写成阿卡丽了。后来呢，一看，哎，又不对劲儿，房间号还不是我们的，又改了一遍，房间号不对。最后呢，哎，又有什么错了呢？那把凯旋写成饼干了，又改了一遍，改了三遍。太不认真了，这斗鱼。好你个电焊工，我掏你一下子，去野区找寡妇，跟他野战一波，野区大战一波。我找个寡妇，先插个眼儿呀。这小子人没来，那寡妇到现在都没打红，打的可挺慢的。他的红不打，说明他应该在下半段吧？哎，那蓝枪都打完红过来了，这你得反他一波野啊！现在这波不好上，别着急啊，不好杀。这维克托可不好杀，现在撕了我。怎么带的是这彗星啊？他带的是传送是吧？这波升个四级可以找他干了啊 ！BAW A 接扣再 A 往前走，点燃，展现 Q E 回血。哎呦，他回塔了，这就没办法，这就只能跟他换了。先来个巨齿短臂。再买个针眼儿，打的维克托那个磁场不好躲，那个磁场很克我们。我的车！等一下 ，EAWA 接扣，走，吃个药，滋了我还有点疼。别说这玩意儿，这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对。别生，别生，千万别生，求你了，别生，别生啊，一定别生。好，他没生。你要没生，你可要遭殃了，小伙子。这怎么治了到我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给我吓坏了。哇，我这么大一波兵。
我们小吃一手经验啊，在这儿吃吧，在这儿吃，别打着鸡啊，注意别打着鸡了，直接摁个回家。吃个经验差不多了，买个皮海，下波杀他。这波他升的比我们快。十来个兵吧。有些兄弟呀、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找机会啊，他不知道怎么样找机会。你像这个维克托现在想杀他应该怎么杀呢？他如果进塔我们肯定杀不了，他有磁场我们想杀他也比较费劲，怎么杀？注意看啊，先把线给放过来，假装打不过他，让他先滋了我们两下，让他以为我们打不过他，他滋了我们他就推线，记住站小兵堆里边，先让他推，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上了啊，他就死了。对，先让他滋了，看着没，先让他推线，反正他是远程英雄，让他推，我们一套秒他是很轻松的，很随便的。不要因为他滋了我们两下就觉得他的虚区有多高，他现在没有大招，他想秒我们不可能，我这么多血他最多打我一半。哎，假装打不过他，让他再往前推。让他以为我们很猥琐，就站在这几个小兵这个位置，他想补这些兵他就得站这个位置。这些兵怎么又往前了呀？这位置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呀，稍微差一点。我卡一手，但是兵别太多，我卡一波兵线。先卡一手啊，卡一波兵线。不要妨碍我杀这维克托，怎么打龙去了呢？五级寡妇，算了，这波杀 ADC 吧。顺便还能杀个机器人，这机器人跑得有点快，发什么问号啊？我搁那要杀维克托，你们跑过来打龙，讨厌呢！我好不容易找一波机会要杀的，跑去打小破龙去，耽误事儿。没有伤害了，他哎呀，我交闪好了，我操，贪心了。我是想交闪的，但我没摁出来。我现在 E 不会好的那么快。没事，他没闪，下边再杀他。学到了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中单没有闪现了是很容易死的，下波我们杀他很轻松，我只能跟你说很轻松。不吃蓝了，这蓝不要了，给他了，等个大。好痛，血量不要太低啊，十秒钟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可以上了，等着过来。
这不行啊，这我操，这伤害有点高，不行了，区区有点高，没有点盐还杀不了，装备有点好，不好杀了。等个星石吧，机会有点渺茫，嗯，说实话，机会有点渺茫。上波死的不应该，上波没死，他不能有这么高伤害。有声没？啊，有声，可以。他都炉灯了，我们还是小破装备。很痛了，炸我有点疼了，穴位有点脆了。中路不要了，下路走一波，不要了。给他了，收银头就起飞。给我，可以，非常的 OK。守波中路，把下路一塔拔了。哎，我们还收个一塔，卡莎鞭子来啊！卡莎鞭子来，别吃卡莎吃不着，漂亮！我们跟泽拉斯吃一手，回家了。来个小星石，出个收集者，一会儿把这扫描换了。现在电焊工有点肥，他十一级，嗯，他十一级，薛威有点肥，我们得杀他一次。这不去啊，去寡妇红，他去了也没用，没有大。这不去，问问队友寡妇有没有大，有大可不好办。哎呦我操，这人600块钱你敢给我，兄弟，这叫单杀，你们懂什么叫单杀吗？就是他前面的优势一下全部都没了，他敢让我杀这一波，我收集者一出，一会儿2秒钟他就死。你看他11级，我11，本来我是9级，他11级，
我杀他一波，我们直接十一级，他也变十一级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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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还好，问题不大。收集者，幽梦之灵。520，哎你们。维克托又双杀了，没关系。一个维克托而已。一个电焊工。你想想，我那电焊工都赢不了，他还想赢，他赢个屁！来，中路看看有没有人，有人，机器人，有个蓝啊。寡妇，我现在没地方收兵啊。快点中路团一波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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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需要人头。哎呦我操，你敢出美甲的窃魂卷，给我杀他，杀他。我没想到啊，来来，电焊工迷路了。哎，这为什么不给口汤喝呀，兄弟们。连个汤都不给，100来块钱，我正好算喝口汤。怎么投降了呀？我天，这就投了。电焊工放弃了希望，他觉得他美甲的窃魂卷一枚赢不了。